来吧，让你们看一下我上擂台的雄姿，好吧？只有一个宝宝虐杀全场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我们擂台是无敌的，知道吧？我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，这109的我就不欺负你了啊，真的。你这个装逼是吧？109是吧？啊？哎呦我靠！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直接虐杀啊，还恶爆，那打的是我操，这么痛啊！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那能有用啊？啊！爆都给你爆死！我跟你说，直接龙腾啊，你都得死。潜力激发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哎，都得死啊！啊，都得死啊！他这个啥门派我都不知道，我来个光辉之甲，哎，就你还想搞我牛劲？哦，是个魔王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能秒我超过500点啊，算你厉害！我跟你说。他秒我500都不到，我跟你讲啊，真的，最多秒我500点，可能他不出手，他出手都没了，哦，500点都没有，你看这381啊，哥，你不行的，这是等级压制，懂不懂？109终究是109啊，真的，你要没了，我跟你讲，抗龙不悔来一下啊。449啊，还是没超500，给我死啊！看到这个没有？来，他在啊，159的是吧？来，哎，他头上这个怎么这么帅气啊？对面是什么门派啊？他头上这个好帅啊，战役，超级战役。战一直改成这个样子了吗？这么帅吗？哎，他虚弥，哎哎，我操，我操你妈！他这个，我速度没他快，你知道吧？我速度要比他快，他就死了。我跟你讲。真的啊，我速度要比他快，他立马就死。我跟你说，你看我这虚弥秒他都秒那么多，我跟你讲啊，虚弥就把他灭了。绿，给我绿！